马上迎来农历新年了，2月1号开始，包括台湾银行以及合作金库等等八大公股银行，还有邮局提供5个工作天的换新钞服务。除了在银行之外呢，民众也可以到台银特定地区的 ATM 提款机来提领新钞。提醒民众啊，换新钞时也要注意限制数量，像是百元钞每人限兑换100张，各银行的兑钞地点每天的新钞供应都有限，如果没办法兑到这个所需的新钞，那么也可以到邻近的区域来兑换地点办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